这么可爱的小奶狗说不想看见就不想看见，你这几天是怎么了？你妈妈这几天怎么了？说不想看见你们就不想看见你们，这眼睛还没睁开呢，这都十二三天了吧？你干嘛去？我说这猫砂子怎么满地都是呢？原来是你刨的呀！刚才那猫刚在这里边拉过，给埋上了，你往里坐。你想干嘛呀？就不想看见他俩是吗？那躲这儿就能躲过去啊？这个是猫砂盆儿，是猫上厕所用的，不是紧急避难所。快出来！你看那孩子滋滋叫唤，你喂喂他们，喂喂他们，我带你出去。别盯着我，我肯定带你出去。这出来了，高兴了，这尾巴摇的。看见小花生了，喜欢独来独往。花生想跟豆豆玩，但豆豆认为自由是孤独的，自己玩呢。我们俩这看着，你看什么呢？你自己玩吧，我把快递拿回去，然后看看你的宝宝，看看小美有没有好好看着他们。你跟花生玩吧，小美，好好看着他们，有奖，奖励酸奶。你的任务就是把两个孩子看得不哭就行，听见没？睡得多好，一个小姐姐，一个小妹妹。小美有点不开心，心想，最终承受这一切的还是我。